野城市哈，看专业城市这边还有一个地方稍微改一下 ，password 这里哈，举一反三嘛 ，testmo 里面呢，当然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呢 ？password， 为什么？因为 password 你打字上去，它就变成那个 star 嘛，就跟我们打密码是一样，它不会秀出来。哦，那最后把它先储存，界面的部分就完成。当然，其余美工哦，你跟后续自己再去做就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再按送出之后呢，必须把它的名字秀在哪里呢？到时候就是把使用者填的哈，他的姓名打在这里，姓名，然后他叫什么名字打在这里，密码也是在下面显示，身高哦，接下来也是身高体身，再来身高体重不秀哦，最后就是秀出他的评语，秀在底下就对了。那假如说我今天呢这个构思大概是这样的话，我该怎么撰写？第一个在送出上按两下哈。第一个呢，我就先输出什么？输出到我的目标是 TST 的那个 output 有没有？所以我第一个在 TST output 这个地方，那在哪一个属性上显示呢？在那个 test， 有没有？这个属性就是它文字呢会秀在这个属性里面，等于什么呢？第一个呢就是姓名。比如说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，因为他已经输入一个，那他的姓名在哪里呢？就是在那个栏位的属性里面，就是 and 哈 ，and 之后呢，就是那个名称叫什么 name 有没有？在 name 里面的哪一个属性呢 ？text 这里，有没有？那如果我今天输入好像这样直接执行，好，执行之后，我今天在这边输入一个什么呢？terry 好了哈。好，按送出，那么这边就会出来了。好，再来密码，我要在下面显示。所以呢，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呢？后面哈、哦，如果 enter 之后，接下来一样，在 test box， 在 TES output 里面哈、哦、，output 里面点，就是在那个字上面呢，我要输入什么 test 哈、哦，等于密码。